哎，Hello， 大家好。让我照一下镜子。等一下哦。好，我来看大家讲什么。今天有刘海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我没工作，所以就去镇上走一走，跟 Evan。我吃了。Evan 要来直播吗 ？Evan 不会出现哦。马正环在他房间，我跟马正环约会完了，解散。我们今天去吃了烤肉。为什么总是坐在床上直播？不然我要在哪里直播？厕所的部分还是在床上很舒服啊？因为我在家里面都躺在床上。伟静，你知道内地流行语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内地流行语什么？宝宝吗？我最讨厌听到“宝宝”这两个字了。会不会太呛？因为只要有人讲宝宝什么宝宝什么，我都觉得够了没啊？你要问我们问题也可以，我哪知道要问你们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你们是谁。宝宝out了，那现在最新的流行语是什么？你们要教我一下吗？现在最新的、最流行的，没有是不是？没有。为何你室友都不在啊？我室友是个大忙人，彭昱畅他今天要他离开横店几天，他在我忘记在哪里有一点事情，所以他飞去别边办一下事情，过几天才会再回来横店。毛变卷了，我本来就是自然卷。我本来就有自然卷，所以我的头发就会这样子卷卷的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一人在拍戏。终极一班四有什么看点？好看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次终极一班四啊，那个片花剪出来，我们都傻眼，因为那个动画太帅了。就是我们真的觉得哇，这次的那个动画真的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帅到一个顶点，真的。所以这次的终极一班是，剧情很好看之外，我觉得在打架的时候啊，也会让大家看得很过瘾。快要上喽，终极一班是七月就上。
自己睡会不会怕？不会耶。虽然那个彭昱畅前天我们要睡觉之前，他还跟我讲了他的一些灵异事件，但是还是不会怕了。以前会怕，现在不会怕了。有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？就是在泰国的时候啊，讲过100次了。在泰国的时候拍写真的时候，我吃了、啊，我跟 Evan 吃烤肉回来，会回来 Hito 吗？会哦，会哦，我会回去 Hito 哦。大家一定要看 Hito 哦。你最近心情不好？没有啊。为什么觉得我心情不好？所以开嗓了没？我今天没开嗓了，可是嗓子没有哑啦。我有看到演唱会的手幅啊，黄色的嘛，很喜欢。谢谢。子哥有没有性格变化？期待一下。嗯？今天要唱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唱歌啊。外面好吵，对，因为我外面是那个类似夜市吧，很多摊贩这样子，然后隔音又不是太好，所以都会有那种叫卖的声音、电音的声音这样子。演唱会看到妈妈来有想哭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可是就很感动。反而是丰田他爸妈来，我很想哭。晚上吃夜宵吗？嗯，不，虽然我买了很多饼干，这两包，但是我还是会克制。Hito 几个人去耶、欸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喂，嗯，薯片、饼干跟薯片不是一样吗？我们都讲饼干啊，就饼干啊，买饼干吃饼干。哇！今天我没有拍戏，今天我没有戏哦。你喜欢吃黄色乐事哦，鸡汁的比较好吃，我都喜欢哎、欸，黄色的、绿色的、鸡汁的我都喜欢。回复我好不好？伊恩在哪里？伊恩在拍戏啊。黄色的好吃，海苔味的好吃，都好吃。鬓角好可爱，谢谢。那里热吗？嗯，今天要下雨，今天比较闷，昨天还有风是凉的，今天很闷。你喜欢薛之谦的歌吗？喜欢啊。会不会介意我们写团员的符文？不介意耶，因为我都不会看。喂，这样你会写吗？这样你还有动力写吗？因为我都不会看。喉咙有好点吗？我喉咙没有受伤啦。一定要瞧到最美的角度就对了。对啊，不然我要这样跟你们直播是不是？我要这样跟你们直播是不是？我有去看你推荐的《滚石爱情故事》哦。哦，很好很好，我自己都还没看呢。喂。什么时候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们都很想要去每个地方表演给大家看。突袭 Evan 不要啦，人家说不定已经洗完澡要休息了，一洗嘞，哎，不小心讲台语。想看妈妈，
想看妈妈，你去看《终极游侠》，对不对？赶快去看《终极游侠》。好明显的双眼皮，嗯，我今天没贴哦，今天是真的双眼皮哦。可以唱自己的歌吗？啊，你去网络上找就有啦。对，我今天戴隐形眼镜啊，因为我今天出门。你有玩 LOL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不会玩。你什么时候回来 ？Hito， 我会回去。所以你都会贴哦，因为我的双眼皮啊，有时候早上起来会是这样，就是每天都不一样，所以就会贴，有时候贴一边，有时候贴两边。然后像今天就是没什么事，它就是正常的。会不会透露太多？有点太 free， 连双眼皮都讲了。今天特别帅有吗？我今天有特别帅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暑假发片吗？差不多。如果没有延后的话，差不多。为什么演唱会会选唱我好想你？哇哦，其实演唱会我有给了一个歌单啦，那最后是那个我们演唱会的总导演选的，他们开会选的。其实我演唱会有选了5首歌，我一开始是选了好几首，大概20首吧，然后最后缩减到5首歌，然后选一让总导演选一首，然后我是选《踮起脚尖爱》。是我第一首最想唱的是《踮起脚尖爱》，第二首是《失落沙洲》，第三首是《我好想你》，第四首跟第五首都是孙燕姿的。什么歌啊？嗯，我不难过，跟我怀念的5首，然后总导演选了《我好想你》。我最喜欢的歌就是《踮起脚尖爱》，《踮起脚尖爱》很好听哎。演唱会会出 DVD 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希望可以出哦。《踮起脚尖爱》好听到爆炸，哎，所以《踮起脚尖爱》这首歌在内地红吗？那踮起脚尖爱是在台湾还蛮红的。快来首《煎熬》，开开嗓，想整我是不是？莉莉安唱过啦。如果要和一个团员交换身体 ，Evan 吧 ，Evan 身材刚刚好，会不会太饿？想看你翻白眼，你要聊到我想翻的事情，我才会想翻。你会说日语吗？不会，就很基本的什么konnichiwa，什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。Big Bang 要来台湾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什么时候？你喜欢自己在演唱会上面的造型吗？喜欢啊！哦，我演唱会上面会把头发抓上去，是因为他们比较方便擦汗。如果我演唱会是有刘海的话，我前面那几首歌跳完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直接退团，我可以直接下台走出那个新庄体育场，我不用跳了，我整个头发会湿翻，不用办演唱会了 ，OK 好不好？所以我就是直接把那个头发抓上去，就是头发才不会被汗沾湿，然后才可以就是至少头发是美美的。帅帅的，不会这样整个湿掉。然后，哎，请问你是刚洗完澡来新庄体育场是不是？难怪大家都没刘海，对啊。
哦，你们喜欢有刘海哦。哎，是不是小妹妹们？我统称你们为小妹妹好不好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几岁。小妹妹们是不是都喜欢我们有刘海啊？就是他们都喜欢顺毛，这叫顺毛是不是？你们都喜欢顺毛是不是？你们都不喜欢就是我们男生露额头吗？顺毛比较可爱，妹妹头比较可爱。对对对，蒙刘海，顺毛帅。对对对，完啦完啦，我超讨厌自己顺毛的。OK 啊。所以你们小女生都有那个，都有，哎，那叫什么？忘记那个词怎么讲了。就是你们都一昧的喜欢有刘海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们要看那个人适合什么发型啊？不是小女生，拜托你，那不然什么？小女孩，小妹妹，我不小了，你有比我大是不是？露额头明明那么好看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露额头比较有精神，你知道吗？而且。其实我很羡慕 Teddy 的那种发型 ，Teddy 啊，丰田，他们有时候会中分，有没有？不然就是三七分，哇，那超有气质，那发型超有气质，我很羡慕他们那种中分发型，中分的发型。丰田的妹妹真的跟她长得一样吗？真的啊，哦，丰田的弟弟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有一次丰田传他弟弟的照片给我们看，然后我们就想说。因为他没有跟我们讲说那是他弟，他就我们就看到那照片就说，丰田他干嘛传一张自己以前很丑的照片给我们看这样子，我就说哎，丰田这张照片就你以前这么丑哦什么之类，我有点忘记我讲什么，就丰田来说那是他弟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们傻眼呢，真的傻眼呢，丰田他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，我想说，啊，跟孤战的算吗？你说他弟丑？喂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对啊，丰田他们家基因很强，真的，全家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喜欢你跟妈妈独唱的时候，对啊，而且你知道那个马振环独直接叫他本名，马振环独唱的时候，哇塞，那个女 dancer 吼。你姐很正，有没有被小熊机车载过？哦，我拒绝给他载，因为小熊有一台那个重机嘛，常会拍那种重机照啊，那边耍帅啊。其实他要买那个重机之前，我就一直翻他白眼，我就说你想逼死谁啊？因为你知道他就是一个混血脸，然后平常就是你知道。那个气质非凡啊，不然就是文青气质，然后扮什么像什么，然后他竟然要一台重机，你想逼死谁啊？你都已经长得混血脸了，你还要重机？所以你怎样？我们都不用混了，我们站在你旁边就是丑，就是瞎。所以他一开始买那个重机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翻他白眼。然后他说他想载我，我就说 No， 我不要。因为小熊开车骑车比较凶啦，我每次就是给他载啊，就是开车的时候，我就坐副驾驶座啊，我就一直 murmur， 一直 murmur， 像个妈妈一样，我说开慢一点，安全驾驶，一直很低沉的声音叫他开慢一点，所以我不敢给小熊载。我真的骑50cc 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很多这种50cc 的笑话，因为我自己，其实我在犹豫要不要自己买一台机车，可是又觉得好像不，因为每次我讲给其他团员听，比如说洪正，他就觉得不用啊，你干嘛再买一台机车？你直接买一台开车就好，你买一台车就好了。可是我又觉得，
我又还不想买车，我只想买机车。可是怕买了机车根本就不常骑，因为我通常机车只是骑到我家附近买个午餐这种之类的。然后有好几次就是因为骑那种机车50cc 嘛，就是家里的我妈在骑的那种机车，就是很小台，然后已经很旧了。然后我最讨厌被人家认出来，就是我刚好在骑50cc 的时候被人家认出来，哎，超糗哎，这就是超狼狈，然后骑50cc。有一次我是正在骑，然后结果就被人家他们就说，哎，你是不是那个违禁？然后我就整个骑着50cc， 我就说我不是，超冷漠，我不是，然后就骑走，因为我觉得太糗了，谁想要骑50cc 的时候被认出来啊？不要闹好不好？神奇，给人家一点那个隐私好不好？Hito 什么时候？六月？哎 ，Hito 是几月几号？6月4号吗？还是6月5号？想看你的牙齿，这样。这样哦，6月5号，伊恩今天是不是怎么了？我很担心。没事啦，就有感而发发个文而已。哎，其实我们常常有感而发发一些文啊，其实没有怎样啦。像我就是常常，因为我的照片就是比较，如果拍的比较有意境一点，我总不可能 po 一张有意境的照片说啊，我现在吃饱了，我神经病啊！我当然是。故意po一些想一些比较文青的字句，所以嗯，今天怎样烟雨蒙蒙什么之类的，我乱讲的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啊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没有，很生气有没有？对，哎，也不是说图文不符，就是我们常常图文很符，可是又不是说我现在心情真的不好，只是想要po的文字像那张图片一样。不要再翻白眼了。没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我电话号码多少？你要帮我加流量吗？你要帮我加流量吗？我流量好少。我有驾照哎，可是我是18岁的时候考的，然后考完我就再也没开过车，然后到现在26岁。8年没开过车，对，8年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开。会去 Big Bang 演唱会吗？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的话，我当然想去。手牌，我是考手牌。私下有给团员取外号吗？没有，没有外号。Icon 我也很想看，可是 Icon 他们之前来办过了，我没有去到，那时候在忙 Special 的演唱会。你在演唱会上面有小失误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走音啊，忘词啊，超想死的。你觉得以伦的新发型好看吗？好看啊。你叫 Teddy 什么？叫 Teddy 啊，我叫 Teddy， 不然叫陈向西啊。所以你是本本族，本本族是什么？本本族啊？子哥有感情戏吗？与我说跟孤战的算吗？跟孤战的算感情戏吗？叫三字全名哦，嗯，我很喜欢叫人家三字全名，因为我觉得叫三字全名很亲切。我手机输入别人的电话号码，都是输入他们的三字全名。我这部戏有感情戏吗？哦，我们这部戏很多哦，很多 CP 哦。一定要看哦！我告诉你们，
很多 CP， 超多 CP， 你们可能会看到一只啊尖叫这样子。有买过喜欢的歌手的专辑吗？有啊，孙燕姿，以前啦，以前比较常买专辑，现在都因为那个网络上的那个音乐软体付费就可以听了，所以就很方便。新专辑能来内讲什么？新专辑能来内地签售吗？如果有安排的话，我们会很想来。最喜欢跟哪个团员同寝室？都喜欢呢。为什么不用 Twitter？ 因为我不会用 Twitter， 我已经用很多了。我用 Instagram， 用 Facebook， Weibo， 你们还要一个 Twitter 是不是？我觉得有点太多了啦。我刚刚讲英文是不是蛮呛的？但我平常都很爱这样讲英文，尤其是跟 Aaron 讲。喂，想看你玉清什么啊？自被挡到了。没有看过《暗杀教室》，没有看。现在最爱哪位艺人？艺人这个太宽了啦，哪个领域？那个什么 snake 什么的，以伦在用那个软体，我不会用哎、欸，我之前有下载过，但我真的不太会用，就没用。本本族就是有驾照不太会开车哦，那我就是本本族。微博私信会看吗？会。私底下会跟团大秀恩爱吗？不会。喜欢古代古装还现代？嗯，其实古装很麻烦，因为书画时间都要拉很长。那拍现代剧就比较快，比较轻松。但是拍古装剧很新鲜呢，就是又可以骑马啊，又可以干嘛的，就是很多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我觉得都好玩。听说今晚有神秘嘉宾吗？没有，今晚就我一个人。这次列传会有打戏吗？有啊，我昨天才拍完啊，我昨天才拍打戏。你有40场60张拍立得的照片吗？什么意思？想看你穿古装，想看你穿古。我觉得我平常已经，哦，那个咬字都咬得不清楚了，天哪！我平常太爱故意不把咬字咬清楚，然后搞到现在正常讲话都讲不清楚，天哪！千万不要乱玩，我就是玩到现在已经改不过来，还古装呢，古装。现在最爱哪位歌手？哇，徐佳莹吧。我现在 K-pop 几乎都是徐佳莹。我洗澡的时候现在都听徐佳莹。喂，什么时候有穿古装的照片？要等那个哦，要等。你们赶快，现在立刻 ，right now。去《刺客列传》的微博好不好？你们赶快去《刺客列传》的《刺客列传》《刺客列传》的微博，快点关注，他们上面都会发我们的照片。要等到他们哪一天发了我们的剧照，我们自己才能曝光。因为现在那些微博都只是发那个我们场景的照片而已。可是如果你们赶快去关注，快一点。
现在直播上面不是有5000多人吗？可不可以这5000多人都去关注啊？按一下会怎样？是不是？就关注一下，你们也可以就是知道今天会是谁来直播。我们的演员都会轮流，每一天都会直播跟大家聊天，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《刺客列传》的最新的消息。现在立刻 right now 就去关注。快点去关注，快一点！因为我今天去看那个《刺客列传》的那个微博关注，才500多人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现在不是5000多人在观看吗？你们在整我是不是？你们在跟我们开玩笑是不是？那气死哎、欸！气！可以给我们10连拍吗？不要，我最讨厌10连拍了。你什么时候参加贵人鸟活动？我只知道会参加，但还不知最近不会，最近都不会是我。有喜欢的韩国团体吗？有 ，Twice、Icon、Big Bang、2NE1、少女时代。你们团谁的台语最好？应该算是我吧，可是我的台语其实也没有很好。我是不是不敢卸妆直播？是啊，我不敢。最喜欢 Twice 啊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哎，名就喜欢了，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，Twice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最喜欢 Momo， 就是那个跳舞担当 Momo。诶，我在跳什么？然后第二张专辑我比较喜欢那个小白兔，就是那个门牙比较大那个。唱第一句的那个，莲娜，她叫啊娜莲，娜莲，莲娜还娜莲啊？啊，她叫娜莲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。而且我很贱，我还说人家长这样。我被他粉丝骂，可是我最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兔牙很可爱，只是我学得很丑，说哎，他长这样，我不是在笑他哦，我只是觉得他兔牙很可爱，可是怕被大家扭曲，就觉得我好像在笑别人还什么的。你喜欢什么颜色音符？黑白灰。Special 谁酒量最好？我们不会喝酒，谢谢。少女时代我最喜欢泰妍 Tiffany。Big Bang 里面我都喜欢。你有想要尝试的发型吗？有啊，我超想要尝试中分的，可是我只有一天在台湾不小心，哦，我自己超不会弄了，好，回啦回啦，不用直播了，不要乱弄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头发又剪短了，所以好像不好分中分了。最想去内地哪里玩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团里谁素颜皮肤最好？丰田皮肤最好，然后 Riley 也很好 ，Teddy 也很好，他们三个超想杀他们三个的。
凭什么？吵到爆哎、欸，真的气死了！会想客串《终极游侠》吗？啊，人家都拍完了，我还客串什么？洪正皮肤不好，没有皮肤不好啦，就是相较起来，丰田他是，你知道连一个痘疤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连什么黑眼圈都还好。我们去死，太负面。Special Land 会来新加坡吗？我们有机会的话会想去，因为我们现在公司有在讨论说。要不要把 Special Land 这个秀看可不可以去台湾之外的地方办？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哦，祈祷一下。OK， 我镜头整个歪掉了，等一下。嗯，因为我架子，我现在摆手机这个其实是我的包包，然后后面垫了一盒卫生纸，很拮据有没有？所以它很容易倒。喜欢 BTS 吗？喜欢，他们最近有出那个新歌吗？超帅。明天直播可以带上乙伦小天使吗？没有啊，明天乙伦要去那个贵人鸟的活动啦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事。BTS 的演唱会去不去？应该不会吧？因为我没有很 follow BTS 啦。对，我都是听一些他们在听才听的。为什么不在 FB 开直播？因为我用这开直播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顺便宣传《刺客列传》啊。所以你们赶快去，现在立刻 ，right now 去《刺客列传》的微博关注好吗？为什么不染发？我有点后悔。明天要拍戏啊！明天我要拍戏，蛮期待你的古装戏，我也很期待、欸。你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那个古装的造型哦。有想要全团一起去垦丁吗？想啊，哦，我们之前一起去垦丁，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好好玩。Special 谁最没有偶像包袱？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人都没有偶像包袱的。今天不唱歌吗？你们想要唱什么？哦，不不不，你们想要我唱什么？我看看我会不会唱。身骑白马，我身骑白马副歌不是台语吗？不要唱台语好了。哪次直播？哪次直播可以带上乙伦国王？嗯，要等到他没有戏，然后刚好我们来找我们，然后刚好我又要开直播的时候，你会看微博私信吗？会。以后别做朋友，踮起脚尖爱，以后别做朋友。我想想看，踮起脚尖爱以后，以后别做朋友好了。哦，以后别做朋友好好听哦。那个周兴哲他最近的那个新歌也很好听，你好不好？哦，很好听呢。
你会不会做朋友？好久没唱了。哦，等一下有人。直播又怎样？没有事吗？直播？你戴什么墨镜啊？你拍完了？拍完了，我刚收工。嘿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给你一点，来一点惊喜。我们刚看你直播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。你们在看我直播？看不下去，我觉得你很无聊。冲过来了，对，棒棒棒！你们要看我直播啊？喂喂！他们讲什么？依然你变了，干嘛戴墨镜啊？干嘛戴墨镜？喂喂！不行啊，因为我最近太忙了。让 Evan 脱下帽子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很可怕。喂，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反正我这脸很大哎、欸。你刚刚已经瞧好一个完美角。对，我刚刚已经瞧好一个完美角。现在呢？哦，好。OK， 好。OK， 这样我干嘛让字啊？什么？什么看不到？为什么啊？所以伊恩跟 Evan 睡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他们两个睡一间。我本来要跟，本来是我跟 Evan 睡，然后我抢走了，因为可能我跟伊恩的戏比较多吧。对啊，他们两个的， oh, 他们的戏份几乎都是两个对在一起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, 你们一定要看《刺客列传》。Oh my god! 但不能只为了我跟伊恩也要看他的，你要看，你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韦静，对，全新的。All new, all new 韦静 ，2016。好甜哦！妈妈什么的、啊？是吧？哇，好多、哦！来，伊恩，辣条好吃吗？辣条好吃吗？辣条好吃啊！有让我想到以前，你在讲什么？Evan 密码记得了吗？啊？没有，可是我有看到我 Instagram 好像破了10万，所以哦，你 Instagram 没破是因为你忘记密码了。对，你有就是哪一天就是我想说你怎么突然不破了？就不玩了。我以为你不玩了。你没有在 follow 我手机不坏，我坏过了。我有 follow 你的 Instagram， 可是我想说，你怎么照片停在一个很久以前的一张？哦，对啊。我想说你应该不玩了，反正你的追踪人数也都没有追踪我们啊。想说你应该不想玩。现在要跟我算账是不是？Ian B-box， 你还想要 B-box？ 还要 B-box 吗？他已经，我已经演一整天了，都已经老掉牙了。喂！他上礼拜才表演才艺，他上礼拜才 B-box， 不准给我唱歌，对，不准给我唱歌，已经唱歌几年了，比赛现在唱歌就把你推下台。Oh my god！ 什么什么？没事。他说：“易柏成，你染头发了？”我们没有啦，那是那个韦静 rap， 叫韦静 rap 一下。我才不要嘞！Speak English， Evan speak English， English， English。But if I start speaking English, no one's gonna understand. Oh my gosh！ 你说什么？我说如果开始讲英文的话，没有人会听得懂我。他们听得懂，他们一定会有人懂英文。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《刺客列传》。Popo 你好。Popo， 他们怎么叫？他们怎么知道你叫 Popo？ Oh my god！ 他们怎么知道我叫 Popo？Popo， how did they know？ 还是他们是跟我幼稚园同班？这是我幼稚园老师帮我取的名字。哇，现在以后所有的粉丝都知道你叫 Popo。Oh my！ 从今天开始，你会从……好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为什么知道他叫 Popo？
伊恩又要老了，老了，是太阳眼镜吗？他可以拿掉啊。伊恩会看微博私信吗？其实最近没有什么时间看。他真的很忙。我已经连续拍，就是没有休息拍了，连续工作。对啊。好久了，我已经忘记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停下来的。而且明天伊恩又是 typing English， 明天又是。他又是最早的一个，对，明天四点 ，Oh my God， 四点才出班，我都不好意思讲我几点的班，超哇，好白哦，啊、你怎么刚刚好明显的截图，小熊最近在干什么？上课吧。所以一直是说他没事吗？没有啦，小熊是不是也要去跪了？对，好像不确定。有了，他最近应该会有一些事啦。请到官方网站follow他最新的。你要follow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俩好有事哦，我们俩一个戴墨镜，一个戴口罩，一个帽子，超有事。因为我没有围巾，我没有，身体状况最好就是围巾。没事啊，我没有啊，帅都呆了。我已经有素颜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素颜。Oh my god！ 素颜超好。你素颜吧？我素颜。Oh my god！ 那你皮肤真的变很好Oh my god！ 我觉得我皮肤很烂，真的觉得我没有你这样完全看不出来。太 close， 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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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ose， 遮屁呀！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已经素颜 ？No。什么时候看我？他跟女艺人一样保护自己。有，你明明之前就有素颜过，就是。可是我没有素颜让人家。在机场，你就大素颜，当时我就很羡慕你，知道吗？你就戴个墨镜，然后你就素颜。那是皮肤很好的时候。然后我那时候超羡慕的。真的假的？有这么羡慕？那段时间有。超羡慕的。超羡慕。我是要读一下，我们刚刚好像有点聊开了，不好意思。聊开了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出道两年，我刚看到我出道两年，真的。哦，对啊 ，Evan 今天出道两年。Oh my god！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我等会，我本来要留一大堆感言，就是到等会晚上 po 文。说 po 文。对，可是。现在就是现在多少人？你现在可以讲一下。Oh my god！ 因为反正现在是6000多人吗？还是看过6000多人？是现在。Right now！ 你可以讲，反正你等下 po 完还是有人会没看到。我记得你刚刚这么多人吗？刚一个人。没有，你们来才破6000。所以你刚刚已经1900了。刚刚啊，结论。好啊，因为我们只增加这么一点点。没有啦。100的。超了150。啊喂。我不行。我超羡慕。我超羡慕了。什么鬼啊？哦对，所以我出道两年，回到这个话题，你要戴口罩哦，你戴口罩讲哦，对，开记者会是不是？可是墨镜要给你，好，你时间好，给墨镜给你，你戴墨镜讲，我觉得你比较会有人，帮你们看留言，是这样吗？哦哦，这是哦，什么鬼？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那其实回想到我你们认识我的时间其实不到两年的，虽然我出了两年，可是我有一年几乎在加拿大发展啊，而不是在发展，我现在紧张到一个念书发展，然后很高兴就是我回来以后就是看到当时的粉丝，然后有看到新的粉丝，然后就是我只能先他说用，他说用英文讲，英文讲啊，应该会比较顺吧。现在就是太多想法，就是一讲到就是，哇，你走到这一行，好像就是一大串的想法，然后我现在还在顺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我讲话就是脑筋里想太多，然后没有办法顺出来，然后又要再加上一个英文翻成中文。我知道你们说英文就用英文讲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哦，谢谢。
妈妈我也爱你。妈妈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。就是，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，然后我会一直在加油，一直给你们更好的表现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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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，那我们谢谢妈妈对我们带来的感言，好不好？已经在笑我讲话，你要接一个东西，你要给我们谢谢。那我们来问一下什么？你很不会，你来。你不是跟 Riley 主持演唱会吗？哦，对啊，哎，说真的，我主持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并不难，但是并不难。你给我好好表现，现在 ，right now。Oh my god！ 现在 ，right now。你没有看到我讲这个是不是？这是你平常的话，对啊。其实我们刚根本就没有看你直播。喂！为什么你没有看？其实我们刚根本就没有看。他刚就急着卸妆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要不要去找伟俊？”我说：“可是他现在在直播哎。”他说：“要不要去找伟俊？”OK 啊，我也想来找你，知道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对你谢屁。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干到什么时候。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黄伟晋。黄伟晋，可以啦，这哪是我主持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大家想什么。今天直播到几点？ Yes, 到八点了，需要几点 ？Oh my god！ 只剩八分钟了。剩八分钟，我们送你两分钟。哎、欸，我要听你们爆料。爆料啊！伟晋，你等下出去吃饭吗？我好饿。我们吃过了 ，Oh my god！ 哎，你们两个吃超饱，我一个人在那边拍戏，结果你们两个人给我就是私约吃东西。你们没有放晚饭吗？没有，我直接回来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超饿。你们吃很饱是不是？饱，吃饱到超饱。哎，那，你们知道横店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可以介绍给你吗？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其实我们介绍给所有的人。你们可以私信到我们的那个微博，因为我们现在也只敢就是在我们那个饭店楼下找几家，可是因为好吃的东西，餐厅啊什么的，在哪一条路上，地址，详细地址。喂，我看啊，子宫什么？议员快去吃饭啊，你们三个最油条啊！啊 ，OK， 你笑要收一点。怎样？我刚才觉得我们三个很油条。哇，还好吧。完蛋了，那以后我们第一个伟晋直播给毁掉，形象给毁掉。以后我们不说话了。喂，就是我戴着口罩，你戴着眼镜，然后这样子。我刚好也穿白色。对。Deep red。喂。你这。喂。Special 有谁没在台湾？一二三，一轮。没了。就这样子。对。为什么有人会打很鏘，就是注音很鏘哦？有些台湾的粉丝，下次什么时候直播不确定哎。你说我们三个直播吗？其实我们只要直播，有可能我们会去，像他们今天就两个就凑进来，我的直播时间都有可能啦，我们都会跑来跑去之类的。那我的直播你们会来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相信知道我的人知道我一个人直播会多尴尬。我一定要在房间偷偷看你直播。我会没有别拿着手机然后就敲你的门吧，你会看我越来越近。Oh my god！ 你直播吗？我有直播过，可是都是有人在旁边 cover， 对。所以 cover， 所以你有把握一个钟头都是你吗？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直播还好啦，我一个人直播就没人啦，就是一直没有办法，就是一直看着字幕讲话。我一个人直播就很少人啦，几十个人啊。但是其他团员可能啊。Evan， I will be there。什么意思 ？Evan 我们在这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在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。I will be there in the future。我上次直播英文好烂。
要讲什么？刚讲太慢了，不讲了。我特别想，不要讲。喂 ，Hito 吗 ？Hito， 六月五号，嗯，怎么样？六月五号我们目前都会回去啦，如果有意外的话。我也在笑，你们看不出来，各位也在笑。大家都会回去。嗯，大家都会回去。哎、欸，突然断掉了，没有理由脸。哎、欸，突然断掉了，没有，是因为时间到了吗？大家不知道要回什么。啊，没有。突然一串来了。Evan, be yourself, 做自己。Bad bad boy。什么 bad bad boy？ 我明天生日，请验收我。祝我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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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要唱歌，不用了啦。唱歌是因为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干嘛，我才唱的。就是你刚刚唱哪些？我还没唱，我正要唱，你们都已经唱完了。哎，是彰化人。他正要唱，他答应他们要唱。我不敢，旁边有人，然后在那边麦克风来了，麦克风来了。看我不要唱，我真的旁边有人，要不要唱？真的要不要唱？我觉得旁边有人清唱很尴尬。我帮你 B boss， 然后你唱。我们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就这样粉丝啊。你不要。不要。我赶快写个围巾，然后拿着牌子这样子。不要啦，就不要。我喜欢你。你为什么啦？干嘛喂？我被围巾。Bad bad boy。Bad bad。所以大家都蛮喜欢 bad bad boy 的这个表演。对啊，昨天我直播，他们说他们喜欢 bad bad boy。哦。假的。你们喜欢看那种性感？我已经超会了。你刚刚什么眼神？你刚刚什么眼神？艺人要开心哦，大家都觉得你今天不开心哎，我来帮你解释。还是你真的不开心？哦，好吧，我们等会再聊。好，我们等会再聊。等会不开心。现在要开心，现在要开心，现在我好开心哦！耶、yeah! 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讲话、啊！我在看了，我在看了。最后几分钟了，我们赶快讲一个正常的话题。对啊，没有什么话题了。你们还想听什么？除了听歌，喂，赶快听歌。除了听歌，你们想听什么？快点。对，还想要什么话？马振华现在就可以先唱一段。马振华。马振华。马振华，不要这样。还是我们当你的 dancer 的那种。但你们会 sugar 的舞吗？不会。OK，sorry。我只在那个倒在你身上那个。他们太污了。我很 special。明天会直播吗？不确定。Every day 会有直播，我们 Every day 会有一个人直播。对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现在立刻 right now 去关注那个《刺客列传》，我把剧本拿出来。Oh my god。我们都很专心的在读剧本的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谢谢黄伟基。谢谢黄伟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伟基超丑的，超丑。是八点了，剩一分钟，剩一分钟，剩一分钟。Oh my god！ 嗯，剩一分钟咯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嗯，洪正在哪？在台湾啊。洪正在拍 HiFi 啊。Evan 演什么角色 ？Ian 被哥哥欺负的感觉怎么样？哪个哥哥啊？他说是被哥哥。所有哥哥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就霸凌我啊。哪有？ Yeah!没有啦，怎么可能会边讲这句话，然后露出那么大的一个笑呢？对啊，啊，根本就是爱嘛，你喜欢被欺负，喜欢被我们这样好爱你们啊！哎、啊，刚刚没讲完马振华，你说马振华哦，马振华，我演的角色是，反正这故事里面有几个君王。那我是其中一个君王，然后我的外号吗？名字吧，我不想我外号，外号我是腹黑王，所以什么外号？剧组的人都是这样讲啊。
你们这样子他们会不相信我哎、欸。你刚刚不讲你的名字就好。他们知道我叫简冰啊，上次进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叫简冰啊，所以。OK OK， 可是I'm bad boy， you know， 我们要做个 ending 了。哎，你把墨镜拿下。哎，你把墨镜拿下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哎，你大素颜还可以这样子哎。帅。那刘海要不要拨一下？好 ，OK。OK， 好，走。好啦，好啦，希望我们，你们大家赶快留言，下一次我直播的时候，拜托他们也要跟要客串一下，不然我会干死掉。好啦，看下次 Evan 直播什么时候、okay. 再说。好。好。你们期待我 Evan 直播，你就期待他一个人干爆吧。就让我干五分钟，然后后面你们就来救我，好不好 ？OK， 五分钟够了吧？可以笑了，五分钟到门到处敲门求救，救我！他们在问我问题啊！我没有话题了，好干啊！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好，拜拜喽。拜拜了，真的拜拜了，真的拜拜了，下次见，赶快去刺客列传的微博关注，嗯，没错，现在6000多人是不是？如果等下刺客列传的微博没有6000多人，啊？哎、欸，你又怎样？现在怎么了？就没怎样，就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去关注了。好，大家请关注那个刺客列传。刺客列传，然后也请关注我们 special 官方微博。嗯哼嗯哼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喂，哈哈哈哈哈哈。